哇！突發嘅爆玩具，點解嚟到灣仔咁靚嘅地方呢？喺我身邊咧，我老友啊，呢位，佢哇！我哋兩個男人好凍啊！今日大佬，今日你叫我出嚟做乜啊？叫佢出嚟試下你件羽絨夠唔夠暖咯？我係最近真係要著羽絨啊，大佬！今日真係凍到飛起係嘛？係啊，凍到飛起啊！要兩個男人嚟懶浪漫咁，我做乜鬼？咁啊，其實咧最近咧就整咗件新羽絨服，咁啊俾兩隻衰馬騮著。係你有你有仔嘅咩？有兩條仔咯。係我唔係得兩個女㗎，係咯，我有兩條仔㗎。哇！你有四個孩子嘅爸爸。係啊，咁我最近咧就凍啊嘛，咁啊試下啲羽絨服暖唔暖咯。咁啊帶咗兩隻衰馬騮出嚟。今日真係應曬字咯，哇！即係今日真係今，我諗今日冬季最凍㗎嘛，又大霧。我諗係咯，今年最凍啊。係啊，哇！個景又靚。咁我哋嚟呢度。除了去會展看看啲係喎玩具展展喎，玩具展拉神城嘅嘢咁，咁啊順便啊介紹一下一啲新嘅嘢啦，新嘅作品啦。咁今次啊 Vincent 同我哋即係玩一下新方式啦，即係唔坐喺度坐定定，專登其實我係專登走出嚟嘅，唔係話特登走出嚟，公公走出嚟。咁原因咧就係因為頭先講嘅羽絨服啦，因為最近做咗兩隻馬騮仔，咁啊主角出現咯喎，好型噶，對，你睇下先睇佢哋個背面先。幾型？背面先，咦扯曬旗喎！你兩個仔，大佬咁凍仲扯旗咩？扯曬旗，你睇下啲風響，哇！發發聲啊，好似海有料到啊，真係凍㗎。旗嘅旗姓咩？有 Hero Cross。係啊，今次好特別，今次就係同 Hero Cross 合作咯。咁佢哋都係咯，好欣賞一啲設計師嘅作品。咁我哋今次第一次合作，咁就搞咗一對咁嘅馬騮仔咯。咁啊，第一次用呢只羽絨服，我覺得今日就真係啊應曬景啦。係咯，正所謂啊，真係寶刀亂，凍到飛起啊，凍到扯旗，膠公仔都要著羽絨喎。你都如果幾有童心，我見你砌公仔陣咧，你抹乾淨曬啲位先咁樣噶喎。咁係啊，濕濕淨淨唔好嘛。不過而家都落緊雨㗎啦。但係其實今次做咧，我覺得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原因，就係因為都是首次啦，首次合作啦，首次用一隻咁嘅 Art Form Milo 嘅公仔去做啦。咁繼續算啦，繼續講下啦。繼續講下。啊，呢個係啦。咁其實最特別就係用咗我之前用 figure 12寸 figure 都係著羽絨服嗰個增高嘅公仔。咁啊，今次就用咗喺呢隻7寸度。你係咪好怕凍嘅啫？其實凍㗎，怕凍㗎，大佬唔怕凍啊！咁啱曬啦，而家冬天係嘛？咁成個公仔係最特別嗰個之處咧，除咗本身係著羽絨服啦，咁而家呢啲天氣又大霧，又濕，咁咧，咁變咗咧，佢係可以啊，即係如果啊冇咁焗嘅情形之下咧，咁佢就可以換到塊面嘅，即係凍到頭先戴凍到啊！而家冇咁凍咧，就可以啊見翻真樣啦咁樣。哦，兩個款都有支旗嘅喎。係啊，兩個款都獨立唔同旗啦，咁咧一個紅旗，一個黑旗啦咁樣。哦，咁變咗搖旗吶喊咁啊！呢次海盜旗個 logo 有冇特別意思啊 ？logo 其實本身都係咁多年㗎啦，都 Explorer 個本身個 logo。都係呢個 logo 嚟。都係呢個 logo 嚟㗎。唔好意思啊，沿用咗十幾年㗎啦。Vincent 啲 fans 知啦。啊，咁。咁咪做咗兩個色咯，一個黑色，一個橙色咯。咁其實橙色喺冬天裏面其實一隻救命色嚟嘅，喺雪地裏面，所以我堅持用翻橙色呢樣嘢咯。咁今次做咗黑色，黑色時裝啲應該係啦，變咗冇人著嗰，即係喺雪地冇人著。雪地都有人著嘅，當 fashion 咯。但如果你話真係探險或者做拯救嘅工作咧，大部分都著啲鮮色嘅。係啊，咁。兩個系列都是有佢嘅冰斧啦，同埋都兩個都可以換面具啦。咁其實如果黑色嗰只咧換咗都好有型嘅。咁啊，趁阿 Vincent 整緊嘢就嚟講下嗱，因為三點鐘嗰啲 friend 啊約咗就喺會展呢個咩港灣茶餐廳度等啊。三點鐘啊，不見不散啊。咁啊，到時你哋記住嚟啊，唔嚟你哋就知死啊。你份禮物就會攞咗去賣噶啦。哇！仲有禮物添啊？係啊，有啊，係啊，好喎。咁啊，當然唔係，打唔係他份禮物嘅嗱。咁啊，哇！今日真係整蠱我哋喎，喺度開始灑雨添喎。嗱，考驗緊我部 iPhone 可唔可以抵受得落雨同霜凍嘅感覺？一定得嘅，我哋兩隻馬騮都得咯，係咪啊？冇理由一個咁先進嘅機械唔得嘅。係咯。哇！咁啊，其實呢兩個咧，其實真係我覺得 Vinyl 比較少，真係著埋衫。其實你
我覺得其實 Vincent 之前你同淘寶合作嗰只咧都係好正嘅，都係著衫咯，都係羽絨咯。其實我覺得其實香港見唔到，反而就是、香港其實冇買唔到噶啦。咁變咗就話，我覺得係即係堅持自己做嘅風格啦，咁樣同埋有啲嘢係有少少嘢同人唔同咁咯。咁希望每一個收藏或者喜愛唔同玩具嘅人都有唔同嘅選擇咯。咁啊，哇！真係呢個係好幾幹嘅，因為好多花佬音尾係即係唔係啦，即係主力係玩顏色啊、玩料啊、轉 version 啊。但係咧呢個 jungle 我都記得就係有用開過嘅呢個 body， 咁但係咧成個設計就完全一個新感覺喎、哦。咁我知道咧，其實內地都賣得好勁喎呢只。內地首批已經賣咗㗎啦。咁、其實而家陸陸續續會出貨，然之後就放喺唔同地方會銷售咯。咁就試下啦，試下用一個比較雖然成本會高啲，但係無論個本身嘅設計啊、做工啊或者材料啊，都會比一般朗膠會貴啲嘅。包括我都特別做咗一個包裝盒，包裝盒有一個浮雕嘅面具喺上高。一陣間我哋可以去影喺節目個尾聲啊，我拎出嚟揼濕佢嚇，因為我哋揼濕咗啦。我哋揼濕啦，真係揼濕。咁就唔好揼濕，揼濕啲紙會起泡泡啊！咁變咗係。好謝你兩個仔喎，真係好開心。哇！滴曬汗啊！係咯，你對女有冇咁好㗎？哇！我女仲好添啦。好啊。係啊。啊，用不用用普通話去介紹一下？因為你係真係 lady 啊，有很多的 fans 嘛。是吧，他们可以看得到吗？应该可以看到。如果我跟你都差不多烂了这个普通话。没有，他们就挺喜欢我的圆的一个设计。对啊，所以在内地那边比较多一些人喜欢圆的设计系列的。但是一般都是1:6的一个人偶的一个比较活动能力比较高。但是这个糖胶比较有艺术性的感觉，所以它就会慢慢慢慢更多人喜欢这个柱形的外形啊。那所以我会陆陆续续做不同的比例的一个圆的一个设计。果然是常常去内地去宣传啊，你的普通话真的比较好啊，1000倍啊。没有啦，我们都是一直做一直学啦。有些很搞笑的，也是其实讲得很烂，就是。他们听错很多东西也他们很喜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香港的一个对一个普通话吧。没错，即好像我哋同内地朋友讲，佢哋啲广东话唔正，我哋成日都笑翻佢哋。我哋都成日俾人笑噶，努力学习咯，都系几好啊！我觉得笑即大家可以打破咗啲隔膜啊嘛。咁闷啊嘛，有阵时做嘢。其实我哋专登讲得咁差，其实我哋本身系非常之流利。你咧，我係好難。我都唔係，但係我屋企啲女人成日都訓練我講普通話。其實整體感覺呢次合作咧，其實Hillcos 都俾咗好大嘅寬容度我去做呢樣嘢咯。咁我要求係點樣，佢哋都好配合咯。咁成件事係開心嘅。咁希望當然啦，你產品出嚟都會有一個更好嘅成績，更加好啦。首次合作嚇？首次合作。咁就難得佢哋肯去做呢件事咯，同設計師。啊，嚟緊你會唔會考慮同啲內地嘅設計師 crossover 嚇？會啊，明年會有一個比較特別嘅。係。而家一個世界性都好喜歡嘅內地設計師做出格嘅。嚇？邊個啊？而家唔講得住，賣關子。而家喺度傾緊一個合作，咁一個係佢好欣賞我一個經典，我又將一個經典重新同佢合作，重新包裝。呢件事其實我哋一路喺度磨合緊，咁希望嚟緊啲半年內會有更好嘅消息咯。其實都同猿人有關嘅，咁變咗就即係好出名嘅內地設計師，係好出名嘅。係係，其實佢啲嘢都賣得，啲figure都賣得好貴。有人出名過你咩？內地嚇？一定多添啦！我係 Mickey Mouse 嚟㗎咋。哦，你係 Mickey Mouse， 我同 Mickey Mouse crossover。即係變咗就其實我成日都話。有一些更好的設計師大家一起合作的時候呢，就會擦出很開心的火花。那不是一定死咕咕自己在埋頭苦幹做的，有時候都要出來玩一下開心一下。咁嚟緊呢2018年，我希望香港人更加開心啦。咁就即係總之以開心為原則，其他嘢唔好諗啦。啊，一世煩惱擺喺後面，做自己開心嘅嘢。啱啊，我都覺得其實嚟緊幾年都係香港設計師嘅
可能是收成期的，因為真的 有真係有咗內地多啲粉絲咧，係會好啲，即係唔係香港嘅朋友唔支持，係始終人數真係比較多。市場係需要大，你先至可以做得更加更加闊啊，更加影響力更加好咯。係咯，係啊。即係個係啊，冇錯，同埋有多啲嘅原性。即係香港咧，因為市場細咧，其實好多時都係紅咗一兩飯咧，或者一兩個團隊咁就差唔多。咁一段時間咁係嗰個，咁我覺得係其實有好多好多出色嘅設計師咧，都可以睇下佢哋啲嘢啊，去留意下佢哋啲嘢咯。係冇錯。咁變咗我哋喺內地亦都好多唔同嘅展覽都見到好多好出色嘅設計師，我哋都好想會同佢哋合作。咁嚟緊。今年開始就會多啲啦，咁就希望更多唔同嘅火花啦。哇！你睇今日啲風響，哇！幾勁啊！係咯，咁啊，今日 Vincent 同我哋咁樣玩法幾開心啊，因為好過好幾個湖咁坐喺度啊嘛。真係抵得風霜雨打㗎，話俾你聽。係啊，濕得嘅呢只咁濕，濕得嘅 OK 嘅真係，係啊，濕曬身啦已經。係啊，濕曬身啦，不過冇濕身。係啦，冇濕。身唔鬼實嘅，咁啊呢兩隻，咁啊如果想買嘅朋友就留意一下 Hero Cons 啦，佢哋應該有相關資料，大家可以去唔同嘅玩具店啦，都會有得，係嘛？有得應該有，希望有嚇。好啦，咁就呢度，我哋行翻去，我哋帶埋兩個仔去睇埋個盒，我哋就散 band 啦。好，嗱，影個環境，哇，好靚啊！呢度知邊度咧？哈哈，話俾你知啊，一間三點鐘我哋匯錢，冇錯啦，啲會展附近嘅地方，下一個碼頭啦，嚟睇煙花樓嘅位置，不過唔知道有冇得睇，即係唔知俾唔俾入。好啦，人英，我哋行去睇睇先。哇！三父子啊，咁啊，而家興外拍啊嘛，咁我諗呢只阿 Vincent 嘅 Jungle 都非常之 fit 去拍外拍。佢都冇流鼻水，係咯，即係證明件羽絨服好夠暖咯。係啦，咁啊，德哥啱曬啦呢啲。德哥最喜歡帶啲公仔咧玩具去周圍去啲好荒山野嶺咁咧。其實佢聽日就開始跟我去日本。係啊，又會拍嘢。周圍拍嘢。咦，其實係喎 ，Vincent 以前都有做過呢樣嘢嚇，去到北極都有喎，我記得。係啊，南北極咯。係啦，不過嗰次就唔係 Vincent， 係 Vincent 嘅一個好朋友老師帶去李洛斯老師啊。哦，係。話咧，啲風真係好勁。冇錯，所以升旗禮咁咧，我哋係需要喐喐啲旗先會吹得勁啲嘅。不如撞啱風向，哇！但係今日即係好有風，如果唔係冇風咧，就冇咁過癮。好，影一個盒先。嗱，兩款嘅跟翻個通啦。唔錯啦，個盒好靚喎。哇！咁快冇～